哟，大家好呀！其实呢，我想拍一下小小顺利的爬回自己住处的视频，结果该比过来横加阻拦。虽然场地不一样，不过好歹该比还是能看出来，小小这么大个儿是不好惹的。不过毕竟小小还是个谨慎的仔，所以先退为敬。毕竟该比也是吃素的，没有那么执着于头部。在舔了一下小小的脚后，也就不再理睬小小了。哎，凡事都有个但是啊。本来原计划是拍一期小小的 ASMR， 结果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市民，完全没有拍上。你干嘛？你就不能让我好好拍一会儿吗？你就不能让我好好拍一会儿吗？啊？你自己玩一会儿不行吗？你要干嘛嘛？我在这拍龟呢，我在这拍龟呢。哎哎 ，no， 不能咬这个，不能咬这个，那是木头的，你咬就坏掉了啊。咋了？不许咬，不许咬 ！No！ 你给我过来！不许咬，不许咬！干嘛？你还要咬我？嗯？你不要想拿这个事情就龙混过去好吗？嗯，哎呀哎呀，翻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盖比，你给我抓的这种压出来的洞洞，我不介意好吗？你拿会咬的，我绝对介意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嗯？你下不去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下不去，你不要想着下去好吗？干嘛？你要去哪儿？哎呀哎呀，你舔什么东西啊？一天天的想啥呢？你干嘛？